访问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海内外乡亲是大家好。咱今仔日这个日子真正哩无平常啦。咱呐伫厝内底看电视的，咱的这个观众朋友哈，咱即马已经伫哩番尼遐，遮个静坐一头花的遮个学生囡仔，已经伫遐在排队吼，等下念咪就要去到这个枋桥文化路、华中桥，搁过一丝仔遐，要去啊，家为这个国民党诶，即个四大库其中四大桥其中诶一个，这个林鸿池伊诶服务处，也要家为诶遐，搁要去啊扫街，要甲枋桥诶乡亲士大讲因遮诶大学生哪会坐伫诶遐坐遐尼久，无要离开，就是为着啥物来坐，啊，互因引起着咱枋桥诶乡亲士大逐个来注意。啊，我就是讲，咱若住伫诶枋桥，像像你有伫看咱诶访问网络电视只，你拜托你会当。去甲因配合，人若愈侪，表示讲，互咱的这个大学生呢，伊较有一个这个勇气吼，通讲拼落去，就证明讲，因所做的是正确的，伊毋是为着伊家己，伊是为着咱台湾全国2300万的以后的子孙，无要互这个这个服务。福茂吼，互伊通过了后呢，咱台湾人拢无半个这个无半点生存的这个契机安尼吼，永远都爱听强匪啊，哪有都去互定去啊安尼。所以讲你拜托吼你家行出来，去甲因画一个赞嘛好安尼。咱今仔日咱的特别来宾就是同款邀请到今仔拜五。邀请到吴国元老师登记伫咱遮，就是讲吴国元老师伊在咧讲，咱若是讲台语讲了好吼，中国也侪过来，虽然讲伊的外形甲咱差不多，拢乌头毛的、黄皮肤的，但是呢，若开嘴讲话就知影讲，这是台湾的台语，也是因这个厦门的河洛话，也是讲因福建的河洛话，都无共款，咱就会当区别啦。所以讲咱的台语。台湾话，台湾人讲的这台湾话，这个母语，台湾的母语哦，是偌尼真重要，这就是咱台湾人的灵魂。所以讲，吴国元老师吼，伊就安尼老兵嘛，继续台语的老兵，继续安尼在拼。好，来，老师，你甲咱海内外乡亲士大先请安问候一下。大家好，咱顶回讲台语的这个形容词，因为台语的形容词，咱大家拢讲了就是形容词内底。有一群吼，有一群，迄落咱讲叫做鱼种树吼，鱼种树吼，鱼种树台湾话点吼，甲北京伊来比较吼，是，咱讲几落摆啊，咱的这个形容树吼，树实较少，虽然桐树是世界第一嘞，吼，桐树世界第一者，那形容树咱。有时阵感觉无啥够用安尼，关于这个形容词无啥够用，甲伊中文同款，中文嘛是形容词真少。不过人伊中文因为要补这个无够，吼、补无够，所以伊中文常常采用一寡这个或者成语，采用一寡成语来补助这形容词安尼，台语的。无啥物诚意吼，无啥物或者诚意通啊来补助哦。有时阵你若要，你若摕中文的迄个诚意来补助，感觉讲，有时阵啊，咱用台语无法度读出来吼。对，是安尼。不过咱台语因为安尼，所以这个语言是自然发展的，一直发展一群这个或者语种词造出来吼。台语语种词吼，咱安尼初步甲伊观察吼，有即个语种词真丰富个，日本话也是共款。但是我发觉讲，咱台语个内底个语种词吼，比日本个佫较发展，佫较济吼。即可能是因为咱过去拢无字通写，无咧写字就对啦，无写字，所以家己用即个嘴个发音咧讲啦，所以真自由，对，比较较自由吼。虽然总讲字真歹写，嘛会老咧吼。所以咱的这个语种词的这个成分，才会这么丰富。因为这方面这么丰富吼，所以咱即摆要讲，要解分做三部分来讲，三部分。一部分就是讲叫做动语，有动语就是等于讲
描写吼，描写动词吼，描写动词，譬如讲讲诶，电动海，吼，就是啊，讲豆豆啊行，吼，豆豆啊行，豆豆来，豆豆啊行，吼，有哪样做，吼，有哪样做，即后边咧，华西，诶，即个吼，即个后边即个是动词，啊，头前是两句，啊咧诶。诶，即个助词，两句重点的助词，改点去动词，这方面吼，就这是利用伫动语内底，所以这方面哦，咱家己讲叫做动词、拟动词吼。咱今日咧讲的是要讲形容词啊吼。形容词是敬意，形容词要讲水水啦吼，啊，或者白白啦吼，顶顶啦吼，软软，这拢是一种一种无咧叮当的话吼，一种无咧叮当的叫敬意对啦。你描写敬意的状态吼，诶附属吼，附属吼，诶附属诶重贴，这个叫做重贴的迄个拟状语吼。啊，佫一部分就是声声，吼，那个哭哭叫，吼，哭哭叫，啊，叽叽叫，吼，哭哭叫，叽叽叫，吼，这是属于声的，吼，吼，属于声的。啊，咱即摆要讲的是要讲这个形容词，关于形容词，或者方面的，就是讲一整语内底所应所连接的，即个叫做贴词了，对啦，吼，吼。啊，咱第一个吼。台语的贴词大概拢吼，一个形容词吼，后壁就附属，附属就是啊，附属就是要描写这个形容词的状态，哦，诶，状态，哦，所以最后就附属，啊，你附属啊，重贴，你台语就常常一个两个贴重贴，哦，啊，重贴就是讲两句，吼。一句两句连接的讲，或者重点的词，吼、哦。咱即马比例来讲，吼、哦，比例来讲，吼、哦，等我压涨，吼、哦，做压涨的，吼、哦。人做压涨。做压涨，人做压涨，人做压涨，压涨就是形容词，压涨形容词，即马表现。扎起挺多咯，吼，还是状态咯，样子就对啦，还是挺多，吼，还是关节大小，吼，的问题，诶，这个数就是关于压扎的复数就对啦，吼，哦，啊，咱第一个讲叫做压扎扎，阮是讲做压扎扎，顶啊压扎扎，吼，顶啊压扎扎，吼，啊，顶啊压扎扎，那用北京语来讲，可能来讲龌龊。龌龌龊龊，北京也讲龌龊龊龊的哈，龌龊龊的，龌龊龊哈，应该安尼讲，跟咱台语讲法是无同啦哈。你讲阿杂杂哈，过来讲暗默默，譬如讲暗默默，暗默默，暗默默这个，因兜无钱好买，无钱无立定钱，门开，因兜暗默默。暗默默，暗默默有两个意义啦。暗默默，这是你讲，这是叫做，伊看会到的，看会到感觉的暗默默。啊，佫一样是心肝底啦。嘿，对，心肝底暗默默。像这半年外来，我的心肝内都用暗默默。暗默默，无啥共鸣。暗默默吼，啊，过来讲，哦，即摆咱只有一个暗吼，暗，暗嘛，嘿，即个暗。暗是汤汤啦，汤啦，咱咧煮糜咧暗嘛，啊暗，啊暗咪是讲足侪水个啦吼，迄糜内底足侪水个，暗糜啊啦吼，伊暗糜啊拢看袂着饭粒啊，迄个叫暗吼，暗即摆只暗文变讲三句啊哦，三句其实伊是头一句就是暗的形容词。后边这两句就是附属啦，就是贴属的附属的对啦，贴属的拟状语的对啦，拟状语。就是咱这个这本册内底拟状语。拟状语。拟状语啊，拟状语啊，好啊，就是后边这个拟状语啊，吼，就暗木暗，好啊。关于
暗的这个表现对嘛？大家人工大家真丰富哦。就讲这个物件，干了迄个煤汤，你表现煤汤的状态哈，有几股咧？哦，咱即马个检测着暗暗暗，即个讲啊，稀稀的哈，那个那个粥汤，稀稀的，哈，或者暗暗暗吼，啊，你这个暗果果的，暗果果，暗果果的糊糊啦。啊，就参像阮阿嬷啦，那洗衫洗洗，就要滚迄落暗吼，迄暗糊糊安尼吼，啊，落去蒸蒸蒸蒸嘞，啊，搭摕去内底揉揉揉的，啊，伊穿的衫拢永远安尼足精致。哎呀，啊，阮阿嬷的衫都拢安尼。哦，即毛无人咧安尼啊。对啦，因拜吼，因拜阮。迄个六十当前咧。哎，阮是初中的时，阮老师啦吼。电力局啊，你知影吼？郑和玉。啊，电力局啊。第二个老师吼，哦，一摸安尼足个个洗衫，上按摩，哎，乌家安尼来，哎，即个协助者拢，即拢解揪一条，等，安尼来，啊，那个宪兵的迄个衫裤同款啊，迄个头前遐，迄个长裤头前遐安尼一顺安尼，一顺来，啊，叫阮身躯边记号，阮拢讲卡实啦，根本叫抬掉，根本叫抬掉啦，哎，跟他正价，这就抬掉，哦，迄个上暗，哦，迄个是暗。暗果果去上的啦，暗果果就表示那个粥吼，糊糊的，已经煮到那个饭粒都没去了，饭粒都变汤去了，这意思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句，暗酒酒啊，暗酒酒啊，暗酒酒吼，暗果果，暗酒酒吼，这是程度的差啦，暗就是上暗，还有暗果果，比暗果果更加更加定吼，更加暗将将，哦，更加靠了对啦吼。对啦，阮妈妈就上惊食迄落，讲伊定讲卖迄落糜煮甲暗将将。啊，对，暗将将吼。诶，汤唔正，汤黏唔正，黏啊将将诶遐安尼，食诶嘴会足恐怖，安尼啦。啊，过来吼，暗通通。暗通通，暗通通，暗通通就比这个，暗暗暗吼。比暗通通比暗果果搁较侪水一寡啦吼，暗通通暗通通暗通通暗叮咚吼，暗叮咚跟暗通通应该是同款啦吼，暗叮咚暗通通吼，暗通吼哦，大概都有即，咱个人描写迄个梅诶吼，迄个状态都有是四五句话通啊表达，所以迄种词虽然无够，但是咱可以用即个或者状态词来甲伊补助吼。哦，阿玲说来讲一个暗吼，暗天暗嘛吼，光线较暗吼，啊暗当然嘛有三句啊，暗暗暗嘛，啊房间内底暗暗暗吼，暗暗暗吼，哦你当时要转啊，哦我即马要转去，转到厝已经暗暗暗嘛吼，哎对，暗暗暗，暗暗暗表示说已经晚上几十点、十一二点在转到位安尼，暗暗暗是暗头啊。过来暗蒙蒙吼，暗蒙蒙蒙蒙吼，蒙蒙这个蒙蒙就是咱咧讲的特殊状态词啦吼。暗蒙蒙吼，暗袅袅吼，暗袅袅，啊，过来就是暗沙沙，吼，暗沙沙，吼，吼，大概表现暗有偌暗吼。啊，北京伊可能北京就有哪有暗啦。暗暗的，黑暗啦，黑暗暗暗的，吼，啊，再伊讲那个暗呀，暗袅袅，那我迄个暗袅袅，唔知呀，暗，不，黑影袅袅，乌鸦，迄唔过伊迄是暗黑袅袅，黑袅袅，乌鸦鸟，迄个黑影袅袅，迄那北京语的意思讲迄。看袂清楚，敢那乌的，搁闪着，唔知是唔是安尼，啊，过来，因的表达较无甲咱。过来，暗吼，台语的这形容词表示讲紧吼，你紧甲暗，不管是暗嘛是紧啦，啊紧嘛是紧啦，吼紧啦，紧，紧也是紧，比如讲紧尿嘛，我紧紧啦，吼，啊，咱台语就无讲，咱台语那都为外吼，为外口安尼压迫来入去，或者暗。胃内底逼出来，或者紧，紧哈，哦，紧尿紧塞哦，或者胃内底逼出来，或者就是紧，哦，啊，讲较紧嘞，就是你心肝底咧紧，
新华店，吼、哦嗯嗯，啊，安去外口。外口安尼安尼爽啦。咱囝甲安有分啦。对，咱有分哈。嘿，咱人的话有分啦，因就无分啦。对，因为毕竟是甲两句合作一句讲的对啦吼。嗯。哦，咱即卖安吼。嗯。啊，安关于安的这个特殊状态书吼。嗯。嘛是一个安吼，安过来就是安东东。嗯。哦，安东东，你敢？安动动，安动动就是，安动动就已经不动了。啊对啊，你予人绑个椅头啊，遐甲你绑甲你安动动，安动动就袂振动啊，吼。嘿啊嘿啊，脚手要爬起，爬袂起，安动动。安动动过来了，安丢丢。嗯。安丢丢，安丢丢比安动动更加硬啊，会丢。对啦，就镜头我讲挂一空，啊，只包包两束，甲吹卡按麦互伊流血，啊，结果说按白甲按丢丢吼，啊，煞内底穿一个穿一个，嘿，啊，血未通，啊，煞颠倒歹去。那个咧，按变变，嘿，按变变，应该就比讲按动动骨壳按对啦，按变变，哦，啊，好，啊，过来，咱讲这个红色，吼，红色，嗯。色底的对啦吼，乌个红啊，那个真红，那个红红红啊，红红红吼，啊红红红来跳一个红记记，红记记，吼啊，讲红记记，红记记咧表现，当然恁拢讲吼，爱嘴皮红记记吼，啊，唔过嘴皮若有红，就是土。迄个土花红啊，土花红啊，加红叶啊，红叶啊，寒人个是，寒人个是安尼，才两地安尼。哎，这个红记记，啊，嘴唇抹个红记记。啊啊，对。哦，啊，红记记有一个变音咩？叫做红记记。嗯。哦，红记记啊，哈。嗯。啊，过来是红公公。嗯。啊，查到啊，什么时阵？什么时阵讲哦？什么款状态讲红叽叽？什么状态讲红叽叽？哦，这真歹分咯、哦！我来讲哦，红叽叽、红叽叽、红公公，这三个吼、哦，你要安怎去分啊？普通对台语唔捌的人，红叽叽甲红叽叽应该差不多拢会使用啦。嗯、差不多会使共通的吼，会使相通去用啦。不过这个红公公是袂使啊。嗯，红公公的表示就是足红的，但是迄个物件，迄红吼，有伊的迄个质量感觉重。嗯嗯。哦，我这块布红公公，这张纸红公公。嗯。哦。这就做红叽叽，又无安尼讲嘞。对啊，哦，就红公公，吼，应该表示讲伊小可有一个质量的物件，吼。嗯。吼，啊，这红叽叽甲红叽叽，吼。嗯。是无所谓有质量的，吼。嗯。啊，过来红拍拍。嗯。红拍拍。红拍拍是较有啦，讲迄啰，哦，伊。煎一块布安尼，红帕帕本来要来做裙的，还是要创啥？煎到遮尔啊，红帕帕的。啊，咧红帕帕跟红公公，别乱分，这个歹分啊。哎呀，红公公就是较甜的，无发光的啦。红帕帕是红过光啦。嗯嗯。又红又亮。较野的啦，较野。又红又亮，又光亮。啊啊啊！较野的对。哦，表示安尼哦，不然红点点。红点点哦，暗红对吧？啊，红点点甲红公公是差不多啦，伊是有质量啦吼，有质量个。不过红公公可能表示伊个点吼，伊红沉沉的红吼，个程度较大。啊，过来是红点点嘛是吼。嗯嗯。好，啊过来红珠珠。嗯。红珠珠较有啦，红珠珠。嘴唇抹个红珠珠。紫色吼，咱台语内底紫色甲红色是无同啦。对啦，紫色就是红的色吼，即中文也是红啦。较红。较小啊，较带一丝仔黄啦吼。嗯嗯。带一丝仔黄色，然后即紫色嘛吼。嗯。迄个红丹迄个色吼。嗯。紫色，红珠珠吼。嗯。啊，过来红灰灰。红灰灰就是规。穿灰迄个色啦。对啦，啊，就像这边迄个。警察拍人，伫个行政院拍人，拍到尾啊，迄行过了后，遐涂骹一堆血，红血啊，红血血。啊，过来有一个红好好，
红好，红好好，较少人在讲。有红好，红好啊。红好好就是迄个红有带出来白色，带出来白色，吼。或者红好色，红好红好，吼，红好红好。嗯，过来吼，咱讲这个凹凹凹凹糟糟啦，吼。凹凹糟糟，吼。啊，过来咱讲关于台语吼，台语这个。中文讲腐败啊，哦，腐败去，哦，歹去啊，哦，物件歹去，哦，腐烂掉的东西，腐烂掉，哦，台语讲，唔是讲烂去哦，台语讲烂是无一定歹哦，诶，你迄骹肉滚甲种烂的，安尼，唔是歹去哦，唔是歹去哦，哦，啊那北京伊讲烂掉了，哦，都烂去都歹啊，哦，台语讲呕去，歹讲呕，呕去啊，哦，呕去，对吧？哦。傲傲气，表示这个傲气吼。讲头一句，咱来讲傲呼呼。傲呼呼就是迄物件咧，摸咧就破去啊。对。吼。迄一领衫鞋遐，规年冬天无洗，啊吊咧遐，啊尾啊去摸一下。人破去。就落个涂骹。傲呼呼吼，傲呼啊，傲呀呀。傲呀呀，是应该是这已经表示讲已经有臭啊，臭呀呀意思啦吼。傲呀呀吼。啊，过来凹落落，落落，咱咧即个落落吼，台语内底即个拟态吼，拟状词即个叫做哦落落，落落，本来落落这两句就是歹啦，就是歹，哦凹落落啦，海落落啦，吼，哦拢是歹，落落，哦落落就是用中文来讲讲哈破落啦，破落啦，哈。啊，过来凹干干，吼，凹干干，凹干干就是已经错啦，吼，凹干干，哦，啊，过来，咱这个凹吼，凹两个意义，凹一个意义是物件歹去，哦，一个意义是你的面，你的面凹面啊，塞面，哎，卖个塞面，你看即摆遐遐个官员爷们，敢毋是大家拢塞面？哦，凹面吼，这个凹，面的凹吼，啊，一个面，臭一个面啊，臭乌臭干，一个面凹牙牙，一个面臭牙牙。人讲一个面啊，臭乌臭干，就表示讲西面哦，人看安尼啊，啊，过来，咱讲米的部分，咱来讲米的部分，吼，讲米的部分，米的部分头一句，那个巴巴巴。巴因为没有西凤啦吼，那个物件倒了就马沙沙吼，啊过来马生生，哦马沙沙马生生，哦，差不多这两句通个讲，啊过来，因两个意思差不多的，差不多啦，拢是讲无旁无顺啦，无旁无顺，啊过来，八，吼八，啊那个八九九。目睭睭，迄猫咪人的嘴哦，一个嘴哦，目干那鼻呆嘞，伊嘴目干那鼻呆嘞。目睭睭，我甲你讲，你唔通甲讲，伊嘛去讲，我迄讲你唔通甲讲，啊，尾啊，规庄的人拢知影，所以我伊的嘴较目过鼻呆。诶，欢喜，嘿，欢喜。哦，啊，过来拜，啊，水拜拜，哈，拜，哈，乌多拜，拜，拜到安怎，拜到乌多拜，拜。拜，哈。啊，过来就拜哥哥，拜哥哥，哦，迄个人拜哥哥，哈，过来拜西西，拜姐姐，拜西西，迄个人拜西西，哈，拜西西啦，啊，都已经无解围啊，都足歹，这个拜西西，哈，拜到要去家问讲王阿伯安怎行的，吼，迄就是拜西西啦，哈，啊，拜姐姐呢？拜姐姐，拜姐姐嘛是讲。意思就是很丑就对了，很丑，买自己。啊，这伊这个类
类似迄个感觉嘛吼。哎，哈，歹自己甲歹死死差不多。这差不多，差不多哈。啊，过来。啊，歹落落。啊，歹落落，啊，这落落咱都要讲啊，本来是落落就是歹的，对啦。对啦对啦，你要去捡一个水果，啊，一个水果掀起来内底歹落落，吼，内底有烂气的，有臭气的，嗯。即摆咧会晓有一句吼，嗯，叫做歹落落咧。嗯，歹落落，歹落落，歹落落是咱台语内底来一个落落落哈，嗯，就是表示较轻啦，嗯，表示较轻，嗯，歹落，吼，歹落落，嗯，就是伊唔是歹歹歹迄款个歹，对啦，歹落落，哎啦，无讲介好看，都迄一般个电视无讲介，啊，迄白干戏哦，啊，歹落落安尼，意思讲表现了无讲介迄个一流的安尼啦。对，啊，过来了，歹作作，吼，歹作作，啊，过来歹哔哔啊，吼，你歹哔哔，歹果果，吼，歹哭哭，歹哭哭，歹哭哭，大概是拢用啥物咧？用伊迄个人吼，安尼散。生个就生骨头，骨头，生啊生啊，脾气个歹，吼，歹骨骨，安尼，迄个状态，不是人来，安尼，大个肥肥，你甲讲，你爱甲讲，哦，迄人啊，歹积极，你唔茫甲讲伊歹骨骨，讲歹骨骨表现。啊，那像像迄巫婆啊，手伸出来，打起镜头啊，拢安尼打打安尼，歹骨骨。哎，歹骨骨，哈。啊，这个歹吼，迄个画人写一个虎，甲一个迄啰梅干，迄个梅梅啊吼。啊，你有诶讲写讲，迄个嘛是歹，啊，迄个醋，迄个嘛是歹。啊，你这个两个字诶，迄个用法是？因为这个无啦，我即马即本册内底在汉语吼，迄是暂定诶啦，暂定诶啦吼。啊，即个问题，这个歹这句话是台语要用汉语写。真困难，真困难。因为哦，咱逐摆讲要用汉字，啊，汉字是钓迄字，汉字钓敢对用着，钓不一定用着啦。对啦，人看有就好。哦，咱早是讲歹菌啦，歹菌有无？有歹菌啦。嘿，歹菌，嘿，霉菌啦，霉菌啦，那个霉菌啦。嘿，迄个空气内底有写着吼，迄个黄帝忌。《黄帝集》迄本册内底有讲，写讲哈，黄帝，皇帝啊，黄帝歹乌，黄帝歹个乌，人生做歹，人生做歹个乌，啊，迄个歹就是霉菌迄个霉啊。哦，啊，你物件歹，咱即摆是误会讲霉菌迄个霉，个物件发霉啦吼。发霉了，咱现在用北京语的时候，已经是误会，讲伊已经是生菇出来，其实唔是伊迄个发霉，那个发霉，我台湾讲的是讲你歹啊，歹去啊，歹，那你个歹去啊，歹去。这顶过生迄啰青点，就是歹去啊，歹去啊，安尼。哦，所以若要讲正理，可能这里就是正理。哦，但是这里正理，伊。不过你袂使用迄啰字面去读讲。嗯，地歹个，伊迄个歹是生做不好看的歹啦，毋是迄落伊个面着生迄落乌乌迄落迄落歹乌，嘿歹乌啊！但是人伊即马就是讲，即个汉字用即一两千年一直来的吼，已经决定讲，顺人艺术共款个决定讲，这是要描写啥物代志？已经描写物件生高起来，再用这字字。啊，所以你用这字字要甲讲啊，你人做歹个写字，讲我有生高，我无生高。嘿，好，安尼，咱老师不一定会用着。休困者，啊，咱等下念咪甲大家倒转来。好。